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，各位领导同志们，大家好。北京冬奥会中国冰雪健儿勇夺9枚金牌、4枚银牌、2枚铜牌，首次进入金牌榜前3名。全体冰雪健儿的共同心声是，世人瞩目的成绩归功于英明的领袖。伟大的党，强大的祖国。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，老百姓的安全凭着政治稳定、社会安全，加上整个经济依旧保持6%以上的增长，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